伴随着打法跟怒上一把一个性质，就是后滚，一个在叠，一个在不是一个在 jab， 一个在上踢，就前滚上踢。没冲他。对。又在能跑，能主动避战了。好，机会起到了。哎，上两个一个持续针躲了一个那个，把那个空闪给覆盖了。下来，可以下地直接杀。开局很有力啊，对 buff。枪手如果可以主动避战，对方也比你快的角色的话，一条命领先就很难受。对，这个摆上去赢就很舒服。对，死不了倒是。我觉得至少得等他到100，然后攒一个够的。啊，说着已经80了，还有去读一个翻滚，没上去追那个 Jeff。或者这个范围之外的那个 Battle Spacing 一直控制特别好啊，这个松顿了吧，又松了吧，这是可能是到了，可能是松了，刚开个顿无限的优势，形势大好，这死了，这肯定死了，搓得很快，我应该也是搓个搓吧，还有下地的话可能是搓手，对，然后打五，得连手腕呢，哎，这个自动转身。这是自动转身啊！我们漂亮，这搓的好快。对，没下来刚才。可以，打空间，这是摁死的盾。哦，直接接上了，这上踢。正好他那个一看就没有。对，哎，漂亮，越过头顶一空后。有点危险了。漂亮，打盾。这个想熬一手没有熬到，对，熬中了肯定死了，98的死了，熬中了 buff 还有一条命，对，其实挺吃亏的。漂亮，那 buff 拿下一把，第二把，可以看到巴夫的这个 spacing 相当好，就是努努的，努努必须要再往前一步才能控到这个攻击范围里。哎，去跨栏，跨过一枪，直接上板儿，还在攒伤害。漂亮啊！但是不管是特瑞好像也没有这个开始连了。对，扣篮的第一只没有硬。对，直接可以接 jab。最好方法，要不然就是。好，这轮手柄怎么说？我手呢？哎，反而被起到下 T。对，好亏。想抓，对，然后被你下 T 抢。就是他想反向来一个，然后后头那种。哎，露露开始疯狂进攻。有够的话，就是多一点伤害都是赚。
天水抽错了，刚才鹰是比较难受的时候。漂亮，这个版但是没有死，已经没有击杀脸了。这个百分比就得靠空下，对，空下上 S 之类的东西。是，看他能不能，比如说抓一个上头之类的。下 T 也可以，下 T 应该能死。哇，好，好像有一个霸体顶掉那个那一下了，因为他打的时候已经抬手了。下踢，这个反应好快，马上往外跌，哎，一样，结果一样，就当是刚才没拉出来。哎，没有接别的，可以，追得很，对，他在往外搓，差点出去，咱得再高点出去。哦，去了好久的一个好玩一次。可以冲着 drag down 上气上气，想放针没放到。他这个 drag down 接下地好像是接不上，因为盾了好久好久。对，上气好漂亮，但可以 drag down 直接抓。哎，又是一个，应该是不够。对，闪出来好险！爹差点死。刚才那个下底应该也是 DI 了。对，下底 DI 了。这就死掉了。对，死掉了。死了，没出来的话就没有了。近身的时候都在互相，劣势都不是那么强，都是那种大块大块的伤害。因为每条命一开始都是数字一定要变红的，对，一定要见毒气的。刚才就是一波反边，对对，几乎快打死了，对，很可惜，差最后一下。第一条命很可惜，第一条命位置站错了，站后面了。抓不到，反而能被那个狼炮打到。哎，抓个档，这个没抓下来，哎，还好。哎呀，我看那个日本速度就经常喜欢用特洛这个空温。嗯。他也是可以，好像也是可以取消后摇。这空温帧数还可以，但就是太短了。哎，这个给闪掉了，对，威胁上踢覆盖上滚，还是特瑞很重，又是接到了落点，第一把一样，对，跑开射枪很难受，但是他这个射枪就是射两下之后自己就往前走，感觉射枪就是有点。不太打，哦，漂亮！刚才特意选了一个小图，但其实我觉得大图的话，对英文来说更有优势。对，但 buff 可能个人不是很喜欢。对对。就是那种比较打的比较稳的。对，那个风格切换的就是很果断。他防守的时候就一直在观察防守，然后他近身的时候就很猛，就是喘不过来气那种。刚才几个攻后都没有连到，对，哪下来的空前打到，特瑞有够了，不好说了。我又起到，没连，
举一个小位移。哦，又是上 S。好，好，能躲一点伤害，试点伤害。好劣势，反下。这个上体真的长。给他这个来，可以拖出来了。又是手边。又是一百 S， 真的没有什么部分技能。这个死了。对于客人来说，还是可以吃两分，有机会翻的。哦，第三回，但是没死，因为没有什么怒气，这边赢。真的，他这个上来可以下来，漂亮，漂亮。哎呀，这一空后这是 DI 反了吧，他好像想拉开那个距离，赶紧往那个场中心空后，但是赢了。